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今天这影片比较特别，我跟内兰祥老师一起去参加台湾云林县口湖乡的一个公益活动，也就是一个义战的一个揭牌仪式。那现场有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小朋友，就是下林国小小朋友所表演的龙凤狮。我们是下轮国小的溜风塞堆，谢谢。以上影片是下轮国小的一个龙凤狮队的一个表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关注我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